Thank you.
恭喜有发财，蛇年我们今天是大年初一，我就要来唱歌给跳舞给大家看啦！唱歌跳舞这件事，你还是交给我们的表演嘉宾吧，你是主持人，你不要忘记，好好站在主持台上主持好不好？也对，暂时忘记了。<笑>祝大家新年快乐，欢迎大家收看由TV2为你呈现的全新贺岁庆蛇年，家家户户庆团圆，大家好，我是Emily，祝大家蛇年发财，喜乐开怀。 大家好，我是Monster李永生，在大年初一恭祝大家蛇年丰收，蛇蛇蛇蛇。啊，你这样都可以啊？可以，我们今晚的节目呢，讲究的就是创意，我们有中式和西式的融会贯通，我们这里有好看的、好玩的、好美的、好帅的，陪你度过这精彩的夜晚。没错。 节目呢，记得现场的观众朋友，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一定要留守到节目的最后哦。而且我们今天呢，有一位准备了丰富的礼物来送给现场的观众朋友的。哇，有礼物送哎，可不可以听听现场的欢呼声的掌声啊？太棒了，各位观众，各位电视机前的朋友，你们要知道我们在现场呢，有超过3万个人，而且呢，我刚提到只有3000个人的掌声，我们来一个3万个人的掌声，哇！ 好，我们要 keep 住这股年轻的势力，因为呢，大年初一的夜晚呢，我们要玩得开心，更多更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广告过后再见，恭喜恭喜！ 可是足名的英文台名嘴，他的英文呢肯定是顶呱呱的，可是他的中文，妈妈。English Channel，大伯，sekarang 华语是国际语言，还是要讲华文？跟大家说恭喜恭喜。 You have fun already, right? Would you like to wish all the audience? Okay, 各位大家恭喜发财。喂喂喂喂喂！ 各位大家 is together is same. Oh, okay. 各位大家 cannot put together. Oh, okay, okay. 大家恭喜发财，万事如意。我觉得呢，今天现场既然有这么好的 Big Boss， 而且有 DJ 亮在这边现场呢，我觉得我们可以来玩一个，就是呢，我们的FBC 呢，他来就是 Big Boss 一下，然后现场我们借你们的掌声来做节奏，然后呢，我们 DJ 亮说什么，我们就跟着一起 rap， 好不好？ OK， 来掌声接我 ，One two three go， 一、二、一、二、一、二、一、二，耶耶！各位来宾大家好，新年快乐给昂包，今天唱歌很 happy， 我要讲恭喜恭喜。 节目一开始呢就这么的热闹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有另外一股热潮 ，Emily， 赶快去换衣。哈？为什么要换衣服？如果你不换衣的话，我担心你给下一位这位来宾呢给比下去。嗨，下一位啊，我换了衣服也比不上他的，因为他是大家心目中的女神。你们知道她是谁了吗？没错，接下来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女神 Stella 钟小玉。 Thank you.
蛇年行好运，然后就是恭喜发财。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身体健康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对。然后接下来要送给大家这首歌曲呢，是一首非常可爱也是非常动感的一首歌曲，我相信现场的每一位朋友都会唱哦。刚刚大家配合的非常非常好，所以这首歌呢希望大家也可以跟我一起配合，一起跳起来都无所谓，因为我们今天是 party 对不对？所以要送给大家，姐姐妹妹站起来。那就单纯沦陷吧，如果爱情真伟大，我有什么好挣扎，难道我比别人差？是谁要周末待在家，对着电视爆米花，想起你说的情话，哭得眼泪哗啦啦。十个男人七个傻，八个呆九个坏，还有一个人人爱，姐妹们跳出来，就算甜言蜜语把他骗过来，好好爱不再让他离开。出来，就算甜言蜜语把他骗过来，好
就勇敢接受它。一起来，十个男人，七个傻，八个呆，九个坏，还有一个。游戏的玩法呢非常的简单，有没有看到我们后面呢有三个这个板子，那我们先移步到这个板子好不好，在板子上面呢有的就是十二生肖，我想说大家能不能用最快的速度呢就是把这十二生肖的顺序呢给排列出来，然后摆出一个最有创意跟蛇有关系的 pose。 是的，记得要最快最准确还有最有创意啊、哦，记得啊，我们要最快最准确最有创意摆出蛇的 pose 呢就是冠军，待会儿我们的观众就是评审好不好， OK 准备了，三二一开始。你在哪里，你要什么，哎 Monster 啊，你记不记得蛇生肖的那个顺序啊，哎不是不是这个话故意弄他们对吗，好了，哎，赶白个蛇的步，白个跟蛇有关系的步，赶快。好，地主，数地主，第二组。哦，摆蛇的 pose 一样，摆个蛇的 pose。好，我们来检查一下，我们来检查一下。对，检查快点嘛。我们来检查一下，好，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好，三组都中间。好啦，Emily 来，继续摆 pose， 继续摆 pose。很累的。要他们摆到节目的尾声。哎，你这样的话，他们粉丝会杀死你。好，开玩笑啦，我们现在呢，就是希望呢，让大家一起分享新年的喜悦，对不对？没错。好，我们现在是颁奖仪式了，有请奖品哈迪亚。好，我们先颁发的是季军，那第三名呢很明显就是我们 Ryan 跟群石这一组啦，我们掌声给这位幸运儿。来 Ryan 来把颁奖给我们的幸运儿吧，耶、大年初一嘛，大家要开心一点，恭喜恭喜。好，亚军是谁，就是雪晶跟 Sarah 这一组啦。好，我们有请第二名的这个奖品，谢谢奖品小姐。来雪晶，好，恭喜恭喜，哇，礼物太丰富了，可以得到一个礼物，有一个 Goodie Bag。 好了，现在是冠军啦，谢谢。等一下，不可以这么容易。怎么样，我们想跳场一周，刚刚又快又有创意，对不对？是，再摆一个跟蛇，我觉得要比刚才那个更有创意的 pose， 更有创意，要让大家觉得 OK 了。那我们小妮妮来扮蛇妖给大家看一看就好。蛇，我觉得三个一起做一定很好看，一二三。好，谢谢，谢谢，好，恭喜你，拜拜。鲍鱼，我要鲍鱼哦！谢谢恭喜你，不收工资了，不收工资了，不收工资了。所有的观众朋友，还有电视机前的你们哦，好，
各位小朋友，我们要谢谢我们 Summer Gray 夏日风采，风采姐妹，谢谢 Amber， 谢谢我们的 Stella 庄小玉，谢谢 Ryan， 谢谢我们的 Sarah， 谢谢钟胜哥，谢谢我们的迪杰亮，当然也要谢谢我们的主办单位 Arjen 还有 Gigi Chu， 未来跟 Daniel 李杰浩。谢谢 RTS 的 TV 柱，谢谢，新年快乐。